嘿，大家好，我还行。好，嘿，大家好，我陈浩。今天这一部影片，我们带来的是我觉得这个相当强势的洛克，在不管是前期还是后期啊，那也是在打野人才辈出的这个环境之下呢，值得一去使用的一个角色。那他到底强在哪里啊？那我们搭配的这一套出装奥义呢，本身呢，我们之后也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好不好？那现在回顾一下，有一些重点提示跟大家讲一下。陆克的这个被动呢，是可以哦，他的这个被动就是他发射的特殊弩矢啊、是可以减少对方敌方的物理防御哦，啊，并且可以叠层，是不是叠到12层？那再来呢，就是他的普攻呢，每次会丢出4个这个弩矢，可是只有2个弩矢的可以暴击啊、哦。那再来就是他的一技能呢，夺命战弩啊，哦，真的看一下有多夺命。那开启之后呢，可以增加跑速 1.5 秒哦，可以跑 1.5 秒。然后呢，再呢就是可以呢发射这个特殊弩矢，就在下一次的普攻啊、哦，并不是说像领灵这样按一技能之后，然后有5秒钟的时间可以一直丢那种散射型的炮弹。那再呢，它的这个一技能呢，如果你四个都有命中到敌方英雄的话，可以造成对方的缓速哦。所以呢，它的接技主要就是二技能撞过去，因为二技能撞过去可以造成击退，然后呢，并且呢，你自己也会在那边停顿一下，然后马上用一技能哦去解决这个后摇问题，然后再就是直接命中在敌方身上啊，防御力可以下降，再就可以降低对方的跑速。那它的这个二技能呢，撞到敌方的时候呢是。可以减少撞到敌方英雄哦，可以减少自己的 CD 2秒钟，并且哈、哦，这个不是并且，就是他这个二技能是没办法穿墙的。有些人可能比较少玩陆克，如果你突然开始玩的时候，毕竟现在角色众多啊，所以有些人可能刚开始玩一些新角色会不知道他的操作的一些小小的隐藏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不能穿墙这件事，有些人可能是急的，我想说我要穿墙就穿不过去哦。那再来，他的这个大招啊，是这个陆克最恐怖的地方。他大招呢，开起来呢，直接免控6秒钟，跟凯格一样。再來就是你马上呢，就会有个护盾从1200到2400。那并且呢，他的这个普攻跟技能呢的这个 50% 的伤害可以换成这个护盾，但是这 50% 是要打在英雄身上才有哦，他要打英雄身上才有这 50%。那如果呢是打在小兵身上，只有 20% 而已。那开启技能的时候呢，他可以获得这个物理攻击加成啊，并且呢还有自己的物防加成啊。物攻的话是从50到150，那物防的话是从120到240。所以呢，我的奥义部分呢带着是精灵哦，然后呢我们还带了这个全能武器，然后还有打野弓哦，这些加一点点的攻速，主要呢是让他在大招开起来的时候呢。可以打出比较多的伤害。那我这一套装备呢，奥义的部分我并没有带出夺萃，好，但是呢，我们整套出完呢，这个打野弓再加上嗜血弓，再加上全能武器呢，基本上呢吸血有30%。但是重点是，当呢狂暴之手触发20%，再加上这个嗜血弓呢触发90%的时候，可以到达140%，再加上自己本身。哦，打一下又有护盾，可以额外，你知道吸血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吸血的概念就是我今天呢，如果少了1000滴血，我可以回1000滴；但是如果呢，我今天呢，打了只有500滴血，但是我可以回1000滴，我还是回500滴。护盾很像什么？护盾就很像是你把这些打起来的血怎么样，当做充电宝放在旁边用啊？你知道吗？这个很屌啊，这个是。没有人办得到啊！凯格洛是狂吸血，也没这个这么屌。他直接把护盾拿起来用，他放在旁边用。那当然啊，他这个护盾值呢，最多不能超过他本身大招开起来的这个150%。好，那这边看到对方的奎伦哦，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哦。我们本来井水不犯河水，他直接就这么冲过来想抢我的红 buff。殊不知我在那里等他，等待多时啊。那我们呢带的鞋子是物防鞋，因为本身可以免控，所以你不太需要去带出这个魔防鞋。那当若对方的魔攻角色特多啊，特别的多，那你当然呢就要带出魔防鞋。那我在前期呢就把这个嗜血弓给出来哦，最主要呢就是嗜血弓的暴击对于
这个我们的陆客打野的或是在使用普攻的时候也是蛮好用，因为毕竟它有两发弩矢是可以触发暴击的。好，那之后呢丢一个狂暴之手，基本上陆客这角色呢，因为毕竟它大招开起来是可以加攻击又可以加攻速，所以就算装备的攻击呢看起来并没有太高，但是重点是这个续航力可以让它呢持续的哦，在这个会战当中活下来，并且呢造成的伤害更多。正所谓死人是没输出的嘛，你看这一波会战呢，直接打的对方叫妈妈，妈妈不来，叫爷爷，爷爷看戏。好，来，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把上路兵线给推出去，那上塔呢已经先爆了，不过没关系。我们陆克呢，其实在前期来讲呢，算是蛮凶猛的，因为他前期的这个贴身打法可以让他攻击非常高。我们来看看这个奎伦怎么死的。这边我们不需要大招，我们上有红就好。来，一技能过来，然后二技能粘上去，有没有近距离 ？bang 接 ，bang 接 ，bang 接。那这边呢，基本上对方走不掉，我们再贴近的，然后降低对方的物防，并且粘住对方。然后我贴近他的时候呢，又可以缓速。哦，这伤害非常非常高，加上我自己本身是有红 buff 的。那这时候呢，杀掉对方的奎伦之后，马上路野哦，一定要路野。那这个卢米亚呢，想要这个蓝 buff 就给你，好不好？那看到对方的勇，这家勇应该是细啊。这边一个二技能粘上去，晕眩之后大招给他开起来。哦，那看到对方的闪电侠再吸哦，那我们尽量呢逃出他的这个大招的范围外。那这阿杜我们近距离再给他一枪哦。那毕竟我们还是有一点吸血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就算在团战当中啊，我们的续航力还是一样非常非常强啊。加上他这个变态的这个服装啊，整个造就了这个陆克呢，是算是蛮厉害的一个角色啦。好，那我这边的话呢，先出的是狂暴之手啦，然后之后才出嗜血弓，在前期先升坦。那这个呢，大家都可以自己去调配一下。如果你想要前期攻击比较高，你可以出嗜血弓哦，并且呢，嗜血弓又有暴击。但是在前期呢，我比较害怕的是对方的奎伦如果刷起来的话呢比较麻烦，所以呢在前期还是先出个狂暴之手，那增加自己的弹度，不要让他有刷起来的一个机会。好，那这个出嗜血弓的时候，我会先出血锤，增加自己的一个续航力。因为你只要在外面待得够久，你知道人家说什么，出在家靠父母，出外靠吸血。哦，所以呢，你呢在外面的时候呢，你这个吸血力只要够的话，你就可以不太用回家。那这边你看对方的奎伦，我们近距离的就猫个几下就嗝屁啊。这边又看到对方的勇，那对方就是一连串的闪现，交交交交交。那来来，这一波有点危险，先拉出来哦。护盾被我们加起来之后，这个还是要拿捏一下哦。这个不行不行，要先走。好，那我们就到野区这里吸吸野怪的血。哦，那这个。他的这个一技能不是他的这个普攻呢，是你要站得很近了才能够一次四发弩矢都打到哦，不然的话他会变成蛮散射的，所以变成说呢，我们的陆克呢在打人的时候一定是很贴身的打法，所以你的防御力要够高啊，不然的话你会直接蒸发掉。哦，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持续的来做这个农野的一个这个啊动作，那你看到呢，我们上路呢还差一座塔哦，才打到高地塔，那中路已经直接突破进去了。所以这时候呢，对方也差不多复活，我们也没有那个视野，那对方野也落差不多，这时候就可以吃自己家野。这时候中路又爆发一波会战，对方奎伦先死，所以呢这一波是一个可以往前打的一个机会。那我这时候呢觉得先来拿一下这个红 buff 会比较好，因为粘人的话粘得住的话，我们的伤害才能够打出来。那你要在这个整套装备再增加个冬日战服也是可以哦，这可以让你的坦度更高，那粘人效果更好。但毕竟呢，这个我们的陆克呢，他的大招开起来是只有6秒钟的时间了，所以呢，如果你出冬日的话，伤害可能不会这么高哦。那这边的话遇到一个危机啊，我们直接免控粘住对方的射手，来看一下这个阿杜恩，我直接给他撞上来，这个有点痛，很痛，先拉掉。看到对方奎伦过来，我看了一下整个小地图的位置，我们的位置是有点太近了。哦，那对方的射手呢是先嗝屁，这奎伦又死了。好，那我们这边本来想说要拆个中塔，但碰不太到就算了，我们就先拉掉。那这时候呢，我本来在想说要不要吃龙的，可是看到上路兵线也来了，那卡夫人在上路推塔，所以我们想说就去拆塔就好，而且现在对方的人呢基本上都嗝屁的差不多，那先拆塔就好，因为龙的目的是为了拆塔嘛。那如果你本来就可以拆塔，就不要去吃龙。来，勇呢躲在塔里面，以为怎么样？以为没事，我这里呢路过，就发现队友硬要打，我大招直接开起来，粘在对方勇身上。那这时候呢，对方的闪电侠也靠了过来，我们这里哇要撞他的时候，他开启大招，伤害。
不会太高，队友给我了一个护盾，这时候回吸一下，往前近距离一技能近距离的射掉对方的射手。这时候呢，看到了这个奎伦杀了过来，我们马上呢在这里做了一些巧妙的位移，来看一下这个奎伦近距离直接杀爆他，有没有？这个续航力是非常非常够的，死人是没输出的，活人输出大爆炸。好，那这一波对方的人呢，基本上全员GG啊。哦，这时候你就可以展现，你看我们打完一波团战的这个血量还非常多，我们有非常非常多层保险。第一层保险就是他本身大招开起来的护盾，第二层保险就是嗜血弓开起来的吸血，第三层就是这个狂暴之手给我的护盾，再加上吸血。所以这一套装备不论是攻击还是这个防守的方面，都是相当相当全面跟全能的。好了，那今天这一部影片到此结束，如果喜欢影片记得订阅一下 YouTube 频道。那你还想看我玩什么角色呢？我们就在下一部影片再见面了。 See you guys， 拜拜。